我不是要让艾尔文他们真的去理解诸如 Zeta 函数这样的概念。即便是苏，要理解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也需要不少时间。但我认为有一件事是当时必须要去做的，那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崩坏并不是一种神秘到无法理解的东西，它只是太复杂了，仅此而已。我相信定义崩坏远比定义人类更简单。嗨，晚上好呀，梅博士。这味道，你们俩又拿泡面当晚饭了？怎么了？你家里就没有喜欢吃泡面的吗？有，但他答应过我，在还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不会主动去吃方便食品。切，少来我面前显摆这个。你是来这里要计划的第15版方案吗？我刚刚传上服务器了，你自己回去查收一下呗。梅比乌斯，自从变成这个样子后，你好像暴躁了不少。怎么突然在一起这个了？对工作来说，重要的永远是做事本身吧。平头品足又算什么出息？看来他也许需要你的魔术表演来放松一番，威尔威。好呀，下次我变魔术的时候一定邀请他来。算了，逞口舌之快。